当年啊，哥，你把这支晶片放在我的头壳内底，把我救活了，若不是嫂啊，尽心尽力照顾我，我无可能哦，会活得遮紧啊。想袂到无几年以后，竟然发生泰国火灾的火意外，迄个时阵啊，无替你甲伦伦救我，是我上大的遗憾。 唔好加载，所以阿哥我咧，虽然讲哦一直昏迷不醒，我咧总是有希望啊。经过我这么侪年的研究，总算是啊，伫黑暗中哦看到啊一线的光明。啊，不过你讲有七成的把握，安尼就是讲嘛有三成的机会会失败，对不？ 伊个医学上哦，七成已经是真悬的机会啊！而且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全力，加速求证起啊！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是讲哦，医学上，无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无什么是绝对的，所以哦，你莫有家己这么大压力啦。毕竟这么多年来。 我已经调整好心态，就算讲，先梅一直无清醒起来，我嘛永远照顾伊。我知影你唔敢，互你家己有许大希望，不过即届我是真正有把握，希望到时阵，互你甲嫂啊好好团圆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真用心啦。 啊，不过你唔通忘记啊！即摆上重要目标，就是对付江中林。我知影，两边我拢袂落交。好啦，啊你甲嫂啊，这么久无见面啊，我无应该交了啦，时间留恁两个人。家己兄弟那就再客气啦，嫂啊，一定体谅啦。啊对啊，你唔是讲少华的你的病，我去看卖啊，较安心啦。 再做然后你甲嫂诶，两个世界。小妹，拄则俊男讲，你真有可能会清醒起来，你有欢喜无？照你讲。 我嘛应该真欢喜，不过我即马突然间有无同款的想法，像你看到无应该看的代志。 别啦，这么上关键的时阵，我特别关心这伟大的天命啊！黑衣神官，爸！爸！爸！ 爸，爸，爸，钱啊！我钱去啊！爸，你莫甲阮耍笑啊啦！你赶紧过来看，我甲客户叫我去，赶紧过来看啦！应该不是。
真正是农民发作吧？拄则我唔是刚刚派来救你的，哎呦啊，尤安，啊，啊，小尤安，啊，小尤安，啊，这。你安尼都气啊！我唔是听说买给你救的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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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来帮你叔叔。小妹，什么时阵来？想袂到，你是真正的恋爱无情了啦！小妹，小妹，你给我开水，你给我开水。拄则是我亲耳听到，即卖才看到，你五月八号，你对爸计死不救。不过你唔知头唔知尾啊！爸已经走啊，这就是事实。我阁需要知影啥？我要去甲阿姨讲，我要去甲阿姨讲。沈梅，沈梅，沈梅，你怎么讲啊？你有心啊？你真正有心啊！我是今仔去北京才知影，本来我是想要来讲这好消息，想要到竟然发生一款代志。哎呦，看在替咱囡仔这条的份上，你得老实甲阿姨讲啊，吼！不应该，这件代志本来就不应讲，何况你这么有心啊，更加不应讲。你想看卖，这样代志，老爱知影，伊安怎对待我？那是我，还佫有你，伊强加在泰国势力，你嘛知影，我绝对无路通行。这样爸已经走啊，强加这么大的事业，要换人接班啊，阿英若想要跟我旁伊。一定会照地发挥，无甲我拍倒，伊绝对袂收手。小妹，你听我讲，即卖个故事换一个讲法，我都发多，甲伊相比大。何况我即卖个家用救我个，阮兄弟同心，绝对予乌托变成金。那呢，咱家囡仔就当过无烦无恼的生活。小妹，你是快无？你应该徛我这边才对啊。也唔过爸，爸的后事我会好好安排。都这一切，一切拢是意外。我嘛是为着要救客用啊，爸绝对袂过我。爸唔是常咧讲，伊看客用比家己的性命更加重要。小妹，这个秘密都敢让阿母知影就好，好不？你知影我这么大的秘密？上好甲嘴塞起，那对我来讲，这是安全的。啊，不然你若清醒起来，甲我害死爸的代志拢要压出来，安尼阿姨个俊男，他对袂了下我。既然咱家的生意讲有把握，虽然敢有七成，啊，不过。相信要尽全力做到够，所以啊，为着以防万一，我会派人给你定条条，你能见怪。